两个好球没坏球，接球打接出去，在左半边的该球非常的深远，一去不回头。王玉甫跨季115局没有被打全垒打的记录在今晚中断，高国麟生涯第二支代打全垒打，那一棒帮助富邦悍将战胜了领先位置，2-1，戏剧性的一集。这棒确实一开始来讲的话，球速虽然落后给投手，但有掌握到失投球的一个基本的位置。嗯，一打到那种甩棒的那种感觉，知道这个球应该都留不住。没错，高国麟，这是他本赛季的第二轰，在8月份所打出来的第二支全垒打，恭喜他。那本周其实前面的比赛看到他，虽然说这个击球的内容啊是蛮不错，最后都是被接杀，但是整体的一个挥棒的感觉是好的。那这个时候一下子就破了王玉甫，点下去位置，很棒，来不及，黑豆点出个内安打，继续攻占到了一垒。哇，这个球其实可以把它录起来作为偷点教科书。偷点教科书，位置力道恰到好处。对。再来看一下高国麟刚刚左外野的 solo shot。飞行的距离还蛮远的。嗯，那这是刚刚黑豆教科书的突袭端打，沿着三垒的边线来点呢，停下来。这个半局现在看起来富邦悍将掌握到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央央。看完影片呢，记得要点一个爱心。如果还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记得帮我点下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这样子就不会错过我们任何一支最新的影片喽。